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YTG 的落木，很高兴又来到了英雄一招鲜。听说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开心的一个节目，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开心的玩法——孙膑的四千暴击普攻流。俗话说，低段位出肉的辅助是没有灵魂的辅助。为了让你的游戏多姿多彩，我们干脆就把辅助打成射手吧。孙膑由于本身二技能的提血和加速效果，还有大招的沉默，其实是一个不二的射手备用人选。我推荐大家在我不在的排位局中，避开世俗的目光，勇敢地做出贪婪之势，极速战靴、无尽战刃、闪电匕首、破军和破晓这几件为孙膑量身打造的装备上，然后再使用十无双、十鹰眼、十狩猎的铭文。团战中，你只需要二技能一开，大招一扔。然后走位走位回手掏难受快乐就行了。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英雄一招鲜，如果本期的出装和铭文让你感受到快乐又有哭了的话，请你转发本期的视频并关注我的微博。 YTG 在新的赛季依然会为大家带来无尽的快乐，冲呀！我信你个鬼，糟老头子怀里横。